民众一言不合当街斗殴，抄家伙车里球棒一抓砸车也打人。球棒引于是平时可以运动强健身体，遇到纠纷成武器，屡屡登上新闻版面。应该给小朋友练习。 来到大卖场或体育用品店，架上陈列各种球棒，木头的、金属的、长的、短的，通通有。但妙的是，短棒乍看下给小孩用，其实另有功能。布棒上头就写着防卫棒不是用来打球，而是防身用。上头标签清楚写着防卫棒不是球棒，有的防卫棒使用说明更是令人啼笑皆非。请勿用来打棒球，正当防卫用铝棒，请勿故意用来打人。相较甩棍、电击棒、武士刀等。 违禁品携带就违法，球棒不违法，携带又方便。本身不是属于我们政府公告查禁的器械，那一般而言是容易取得。球棒不打球，反倒成为不法分子讨债斗殴首选，被警察抓到也告不了你。但警方也表示，民众无故拎着球棒到处爬爬照，一旦看到就会上前询问，避免爆发肢体冲突造成伤亡。记者陈谷明、王书宏，高雄岛。